吹过，透露谁的寂寞。岁月悠悠，爱恨交织难说。流光似水，笑我不懂情深意浓。错过的爱，谁来挽回？几番风雨，忘不了你的泪。他离的梦，深锁一生的情衷。繁梦无数，都是尘土。再没有谁能走进我心深处，痴情为你，炙热的爱已烧尽，痴情为你，痴身已被我所有，痴情为你，最心刺痛谁能懂，回忆伴我东奔西走，情深只是不能。谈起来，既然彼此有渊源又认识，就算是朋友。不过呢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朋友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。我呢是冒了很大的危险才做这沙头的生意，所以呢不得不在利字上打个转。至于我在香港的合伙人呢，也是冒了身家性命，所以关于这批东西，既然两位都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也不能够后谁保谁，那么由两位自己做主，啊，谁的价钱高就归谁。董爷，这批货我们可是跟您谈了很久哦。不过丁老，您还没有出价，那现在怎么又出了这位方老弟呢？没关系，方先生也没有出价。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让我们双方面比个价，对不对？对，比价是个好办法。我们三家都不吃亏，谁的价钱高，谁就把这笔货弄走。那低的呢？那就很抱歉，只有等下一批货。等下一批，那怎么行啊？大帅府啊，已经从北边连来了三通电报催我的货了。丁老，那您就贵手高抬这么一点，不就成交了吗？哎呀，董爷，您这底价开得够高了。大帅府有的是现大洋。更何况物以稀为贵，这德意志克鲁伯兵工厂出的机枪是世界知名的。这，哎呀，方老弟，你怎么连句话都没有呢？我们不能就这。我是在考虑。啊？你考虑出多少啊？我在考虑要不要出价。要是太贵的话，那……啊，你是准备退出啊？要是太贵了，我们就没什么赚头，是不是？哎，对了，就是这话。我看，干脆我们就比底价，随便出个标子。哎，反正我也不想要啊。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有两张纸，纸上面有一条横线，代表底价。两位的数目比底价高，就麻烦把数目写在这个横线上。哎呀，董爷，你也太贪心了，你还想超过底价呀？也没关系，要是比底价低的话，就写在横线的下方。再写上您的名字，做个记号。之前没有一定数吗？这个漫天开价，就地还钱。那么要是嫌贵了，你可以不买；便宜了，我可以不卖，对不对？两位都明白了，请。先看丁老的底价，丁老的底价是每挺300大洋。哎呀，我他妈的一定是出爆了！那我们赶快看方老弟。好，
方先生的底价是每挺310大洋。对不起，我才出帽。方老弟，300跟310才差10块钱，这不算帽，这批货就是你的。哎，那我出320，这货归我好了吗？哎，丁老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更何况你害我少赚了钱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等下一批货。方先生，那一天我成家的时候还劳驾了你，只可惜新娘子生病，还没有请你喝一杯喜酒。不过今儿个务必请到舍下，我们夫妻两个一定要好好的敬你。没关系。我敬两位新婚快乐，白头偕老，我干杯。恭喜恭喜。谢谢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很快的就白头到老的。董叔叔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老哎。好，你真会说话，来到这边来。干什么？来啊。你跟他靠近一点。现在我们新郎新娘敬男女宾向你杯。哦，是这样的。那方俊，那我们更应该敬新郎跟新娘一杯了。对，来来，敬。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里面用餐。小薇啊，嗯，你爸爸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？大哥，他是不是有事去忙去了？他忙什么呀？自从退休以后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报纸。哎，看报也是门大学问哦。啊，我呀特地呀去找了一瓶好酒啊，今天我们大家喝个痛快啊。你过来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哦，有客人。爸，您认识他的？他是方先生，你见过的。啊，是我的男宾相，也是盛提的好朋友。好，李国。这是方俊，这位李子明先生，他以前是外交官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别找他。李伯父，你好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敬新人啊！来来来，干杯！谢谢，谢谢，恭喜恭喜。子恒啊，我觉得方俊这个人也还不错，谈吐也不俗，就是不晓得他的家世怎么样。你怎么会突然对他有兴趣呢？我觉得他跟我们家小薇还蛮合适的。哎，你觉得合适有什么用呢？要他们自个儿中意才行啊。这个人，我对他认识不多，我觉得他有点江湖气。在国外做事的人嘛，总是比较机灵一点。方先生和李小姐来看您了。好。哎，小薇，春姐，方俊。我们刚在一起吃饭，我母亲跟姑丈都认为我跟方俊在一起很合适，所以非要方俊带我出来走走。那很好，当然。现在我把李薇交给你。方俊。10:30，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关东军发动了9·18事件。我国外交部就昨天发生的9·18事件，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。直到目前为止，日本怎么可以这样？尚未对此事件，这在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哎。本台将继续对此事件。对此我真的要暂时跟你们说再见了。有任何消息，当即马上查明。那你要小心呢。敬请随时。我会随时跟你们联络。下面请继续欣赏歌曲。我私底下跟他说两句话。现在我把他交给你了，记住，以后不要把我带进你们感情的漩涡里了。可是你应该帮我们。什么事情可以帮忙？唯独感情的事情帮不来。我看得出来他非常的爱你，记住，好好待。要小心，李小姐，我先走了。看样子，我们真的会跟日本人打起来了。
到忍无可忍的时候，那当然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想到前线当军医，我可以治疗伤者，把他给拉起来。你当医生，我可以当护士；你拉琴，我可以伴奏。你俩可以在一起，多好啊！小薇，别想得那么浪漫。真的打起来，那是一件很悲惨的事。我不怕，只要我们两个能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在电话里告诉你。我也在这上床吗？没有啊，不过我会猜，我会想，我会找。哼，你会的还真不少。不然我怎么当你的助手啊？现在都已经秋天了，码头的风又大，你还赶着这来干什么？来提醒你一件事嘛。什么事儿？你答应过我一件事啊，希望你不要忘记了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忘。无论我去哪里，我一定会把我的去处告诉你。不是啦，是你答应送我到巴黎学画，还要帮我做饭，所以你要好好活着哦。这比什么都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依白发渔翁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谈笑中。你刚刚念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一首古诗，你知道其中的意义吗？不太懂，不过里面有一句我知道它的意思，也很喜欢。是不是几度夕阳红？嗯，是一壶浊酒喜相逢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烫一壶好酒欢迎你，好不好？喜相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极了。一对新人呢。哦，你好。好，我们是来接李薇的。恭喜你们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来里边坐。小薇啊。哦，老婆你好。好，恭喜恭喜啊。谢谢谢谢。你们俩还真准时。哎，妈爸，我要陪他们到宋国家。他们两个人还不敢回家，要我保驾，真好笑。你呀，可不要泥菩萨过江哦。才不呢，我爸爸常夸李薇，说他什么都好，什么都比我强100倍。那是啊，想要我们夏小薇啊做你们宋家的媳妇儿。哈哈哈哈哈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胡少白，有腰板挺起来。是，我们出发。李伯伯，李妈妈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我们走了。再见。哎，早点回来，别到处乱跑啊。知道吗？我们再见。再见。子恒啊，有关于小薇的事，你这个也不赞成，那个也觉得不合适。你是不是要小薇嫁给宋时杰？哎呀，也不是了，现在的局势啊越来越坏了。如果小薇的婚事啊能早点决定，我们做父母的就省了一个心了嘛。血压要高一点的话，就少生一点气嘛。哎呀，有这么不听话的孩子，怎么能够不生气呢？真太不像话了！哦，就那样就算结婚了？
可好了，干脆也不回家了，连爸爸生病也不回来看一看。亲，原谅女儿。爸，您的身体这几天还好吧？对不起，请您原谅我。哎呦，双双对对的，就这样回门了，真是大胆呢。谁让你们回来的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，你没听见了？宋伯伯，您别生气嘛。石英他们也是一片孝心，知道您身体不舒服，特别回来向您问候请安的，您就饶了他们吧。爸，您的血压高，请您不要再生气。你要打女儿，要骂女儿都可以，但是请您不要再生气，这样女儿心里会不安。爸，爸，不要叫我爸爸，你就当我死了好了。要不是因为我死了，你居然敢这么胆大妄为啊！哼！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看你们还是走吧。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给伺候好，哎，你们想气死你爸爸？阿姨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石英他们也是一片孝心啊。孝心？哼，我看是笑话，笑死人了。偷偷摸摸的跟男人在一块儿，居然还敢带回家来。我看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一对狗男女，不要脸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的话，我早就把你那些烂勾当说出来。你不要逼我，否则怎么样？你说呀。哼，你以为我怕你呀？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不要说我骂你了，我就算我骂你又怎么样？我就要骂你，我偏要骂你，不要脸，不要脸。哎，你不要胡说好不好？不可乱骂人呢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你这简直莫名其妙啊！什么？你敢教训我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长辈。哎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真是无法无天了！老娘今天跟你拼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反了反了！你们要把我气死！吴少白，你这王八蛋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！小心点！放手你！你们就这样欺负人的？对不起，这是我们家务事，我希望你不要插手啊！我陪他们来的，我不能不管。石英跟石杰他们是来看宋伯伯的，因为得罪你们，你们干嘛？又打又骂的，欺人太甚！石英，我们走。你好好养病，改天我再陪他们来看你。嘿，太不像话了，搞什么嘛？老爷子，不要生气啊，小心你的血压。来来来，吃药。比较好说话，那个庆珠阿姨根本就在火上加油，挑拨离间。你们家的问题是不是出在她身上的？我现在好担心我爸爸。小凡呢？听说今天连你也火大了。那个女人根本就是个泼妇，活活气死人了。
你答应过我，一壶浊酒喜相逢。你知道我在等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回来。我看看，东山省啊，这真的要完了。那你说，我们跟日本人会不会打起来呢？除非是做亡国奴，让日本人呢予取予求，否则的话，迟早就会打起来的。不是今天呢，就是明天，眼看呢就要天下大乱了。真要是乱起来，我最担心的就是小薇。我们担心有什么用呢？他自个儿不自爱，我看他简直昏了头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也不要动不动就骂他嘛。本来嘛，时节啊，对他那么殷勤，他无动于衷，没事就往姓罗那儿跑。难道说他非要给那个姓罗当小老婆，他甘心吗？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姓罗的固然是不好了，可是宋家那孩子。小薇根本就不喜欢他嘛，那怎么办呢？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啦。爸妈，哎，小薇啊，哎，我要去参加石英他们负责的抗日宣传活动，我出去一下。小薇，石英跟他家里和好了吗？还没有哎，宋伯伯很固执。爸，幸好你没有像宋伯伯那样。我当然不会这样。我也希望你呀，不要像他女儿一样丢人现眼，闹那么大的笑话。心呐，小心自己身体。不会有事的。给我花生汤，刚弄好的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方俊现在人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急死。你怎么突然间提起他了？哦，不是我啦，是我妈。哦。很好笑哎。我妈看起来好像对方俊的印象不错，真的。嗯，然后我爸对石杰的印象不错。那你呢？我啊，对罗胜提的印象不错啊。你呢？你对谁的印象好呢？我跟你妈一样。对方俊印象很好。狡猾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我觉得啊，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我。我怎么会不了解你？我起码知道，除非这世界上只剩下宋时杰一个人，你才会考虑嫁给他。错。除非啊，我在这地球上消失，我也不会嫁给这个男人。还好啊，这世界上男人还不少。要不然呢，那就危险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世界上男人不多，至少在我心里不多。总不会只有我一个吧？应该有一个还可以算哦。谁？我爸，你该不会妒忌吧？Thank you.
真的没想到你现在酒量这么好。小时候啊，家里常开酒会，有时候爸爸也会带我去参加别人家的酒会，那个时候啊都不准我喝酒。现在不同啦，我长大了，不但可以喝酒，而且我还认识很多洋酒的牌子，相信吗？外交官的家庭的确不同凡响啊，好像什么新鲜的事都能得风气之先呢。你不是在讽刺我们家吧？不是，我意思是，环境一定会影响每个人。可不，我爸有外遇，所以每一次我妈都会跟他闹好几次。可是有一次呢，他们两个好像心平气和的样子，我爸爸就说了一个关于外交界的小故事。是有关男女之间的事吗？对，有一年圣诞夜，他们去参加一个酒会，在酒会上遇到了法国外交界的两个家庭，一家是大使，一家是参事，都带了夫人出席。他们那两对夫妻看起来很恩爱的样子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我爸又说了，第二年的圣诞夜又碰到他们了，而且呢，意外地发现两对夫妻比第一年还要恩爱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因为他感情越来越浓。不对，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换了太太。这可能就是法国人的浪漫。那为什么中国人就不一样呢？这是因为我们文化的背景啊，民族的性格都不同，我们有很多话都不说的。也许有些中国人在说不的时候，他的意思不是否定的，对吗？这也是很浪漫很含蓄的。尤其是中国的文人呢，什么事都讲情调雅致，好像小红低唱我吹箫啊，红袖添香夜读书啊，明明都只是恋爱，但是就好像多了一点什么。我懂，就好像有些洋酒，你要先仔细地闻了之后才喝，要先品了之后才尝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啊？喂，小仙，我没有放进消息，你不要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好，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。嗯，方俊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希望他吉人天相。你岂止回来晚了，你还喝醉酒了，你到底喝多少酒？太不像话了。好了妈，你们去吃宵夜了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等得好着急哦。我刚才已经说过对不起，还要我怎么样？我再说一次，爸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出去，不应该喝酒，不应该回来晚。莫名其妙。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嘛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当年你爸爸对素白的翻版。时间已经隔了一代了，就不能有所改变吗？真是。
小薇，不要哭了。小薇，妈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跟盛提的事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我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要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可是人家有太太，我不管，不管，谁都不能把我们两个分开，除非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人变心。可是我知道，不会是我，更不会是他。小薇，你们经常这样在一块儿，是不是已经没有？那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有好几次，几乎都已经发生了，可是都没有。我知道，他知道的，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早就超越了那种关系。妈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只知道要站在你这边。只要你高兴，只要你快乐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小薇，放心吧，让妈好好想想，看看以后该怎么做。是你从北平寄来的。谢谢。盛提吾儿，九一八事变以来，不仅东北三省受到日本荼毒，即华北地区，日本关东军之活动已日行猖獗，吾家乡附近日军机枪重炮之声随时可闻，人民终日惶惶不安，与年事已告。而年轻力壮之吾儿，则长期在首都逍遥，沉迷酒色，对父母妻儿日在危殆之中而不闻不问，不知如青叶门心可有愧意否？现时事已紧急，吾儿将有何行动？望火速禀知事态。三省来的红姑子，认识吧？
这是干嘛？看你心脏还没有跳，可以是活的还是死的哦。我也可以成功说是从死里面活过来，差点没被日本的机枪打得一身骨。我做梦也是这样子哎，你看，还以为你死了。已经有很多的中国人在沈阳已经死了，可能还有更多的中国人会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日本鬼子拼命才会有希望，不然的话，不只是几千的中国人要死，而是整个中国会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而且很多的中国人都知道。这些日子，我都出去为东北的同胞募捐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，尤其每一个如果都像你这样，那中国就不会灭亡。当然不会亡，不然的话，谁带你到巴黎去学画？你还记得？我怎么会忘？这是我欠你。好棒哦！你现在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先为我做顿饭，我饿死了。行。别说烧一顿饭，烧一辈子我都愿意。找我有事吗？是为了小薇的事，我跟她爸爸都很担心。那天晚上她回来得很晚，她爸爸很不高兴，父女俩闹得很僵。事情过了也就没什么了。倒是那天晚上，小薇跟我哭了很久，她把你们之间的事情都告诉我。他的态度很坚决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他是非你不嫁。身体，我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态度如何。伯母，我真的是很爱他的。我听了你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我相信小薇也会很高兴的。那么依你看，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呢？您的意思是？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可是目前我知道，小薇都告诉我了，你跟你太太之间几乎已经没有话可说了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考虑离婚呢？你那儿不离，这儿怎么接啊？伯母，我希望您多给我一点时间。不瞒您说，这几天我一直觉得很痛苦，因为家父寄给我一封信。我觉得很惭愧，我根本没有资格讲这件事，我实在配不上你们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小薇，该惭愧的倒应该是我的。小仙，志平，李夫人也在这儿。身体，既然你有客人，我们改天再谈吧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先打个电话来。对不起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。什么事？我们一个好朋友从东北回来了。方俊。嗯，他去办点事，马上就过来。他平安无事，太好了。
你看，我就料到这个罗胜提呀，必然是这番话。不谈正题呢，爱得要死要活的；一提到结婚呢，哼，畏首畏尾的。这种事情啊，我看多了，一句话，禁不住考验。哼，哄谁呀？是啊，谁哄得了你嘛？喂，喂，黎伯母。啊，胜提是吧？啊，是不是要找小薇听电话？他起来了吗？还没有哎，他最近啊睡得比较晚一点。我有事想找他，请您告诉他我在湖边等他。好，我会告诉他的。谢谢。昨天晚上没有睡好。嗯。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偏偏我又不在。昨天我妈去找你，没有结论是不是？可以这样说。其实我妈也太咄咄逼人了。我跟我父母想法不一样，我更不在乎结不结婚。有了感情没有结婚，跟结婚没有感情，哪一样好，是很明显的事情。我不喜欢虚伪的活在一个框框里，就像挂一幅假画一样，那是在骗谁呢？可是我们的社会，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框框组成。我们随时都会遇到，甚至一生都在里面。那就把躯壳留在框框里，灵魂飞出来。我不在乎结不结婚，你的妻子跟他的一切，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。可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能逃避。我要为人子，为人父，为人夫。到底爱不爱我？当然是爱你，可是不能娶我，对不对？我说过我不在乎啊。可是我在乎啊。我在乎你父母的要求，我在乎我家人的感受，我更在乎你将来的幸福。所以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资格，我配不起你，你不应该嫁给我。你就算嫁给方俊，也总比嫁给我好。